手游酷玩。上课中，你们都懂了没有啊？肚子好难受啊！老师，我想去拉大条，很着急的。啊，在神圣的课堂上，你竟然说出拉大条这么不雅的字眼儿！你应该说上洗手间，这是最普通也是非常文明的说法。一般有身份的人，他都是这么说的。其实呢，也可以说成是如厕，这是比较古典的说法。这么说的，一般是古代的文人雅士。怎么？老师，你先别说了，行吗？再不然呢，可以说成方便，这是很含蓄很有中国味的说法。你想想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呢，是吧？鉴于你这样的人，就直接说成方便会比较适合你的。现在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去方便呢？不了，刚刚已经忍不住方便出来了。你啰嗦。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